将去皮的猪肥肉切成一分厚、一指宽、一寸长的片儿。蛋黄和面粉、干淀粉合成浓糊，这样的炸出来以后才能更酥。油烧到五成热的时候啊，肥肉片挂上蛋黄糊，猪片的下锅，调慢火炸熟，不可以着急。用热油置换出肥肉中的肥油，待颜色这个金黄的时候捞出来。水草汤待热气刚刚散去的时候，水分刚刚蒸发完，这个时候达到挂霜的火候，将炸好的肉下勺翻匀，凉透，加青红丝搭配装盘。这道菜是鲁菜中的一道传统的甜菜，可热吃可冷食。炸好的菜品掰开里边应该是空的，外皮香酥，甜而不腻。学做鲁菜，会吃鲁菜，我是陈伟华。